进入去看一下梅花鹿，它真的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那这个漂亮的地方呢，也需要去发掘它的漂亮，它的美在哪里哦。所以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梁导演能够花这么多的心血哦，来拍这一部纪录片。是我仔细看看这只鸟，还真是漂亮的一只鸟哈。那它之所以被称为神话哦，是因为它们一度被认为是已经绝种。那么谢谢我们的梁导演，2000年在马祖意外的发现这组端凤头燕鸥的踪迹，不仅让马祖跃上国际版面，也开启了梁导演追寻神话之鸟的旅程。